刚才我已经简单探查过了，跟我来。嗯，应该是用来关押那些宴会上捉来的客人，也就是不老贪狼所称的血石。你看那墙上血迹斑驳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平日不老贪狼就是在这里吸取鲜血的。是你们这些草脸蛋能用的。阿英瓜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小心，他身上有邪气，诸行妖异，瘴气四起，此物不好对付，你离远些，我来解决他。你们这些妖人没一个好东西，我现在就给阿英瓜报仇。旋风斧还是跟阿英瓜一块练的。击鼓传斧，乖乖，没玩过吧？阿英瓜不怕。解决了这群妖人，我们一起回家。妖人不是自己聪明吗？那就来猜猜哪个斧子才是真的。旋风斧还是跟阿英瓜一块练的。击鼓传斧，乖乖，没玩过吧？无法释放。没了，阿银瓜居然连妖人都打不过了。原来他们是中了阴蛊，如此看来，不老贪狼和惊蛰教果然有勾结。你有所不知，蛤蟆人平日既以毒为食，能耐千百种剧毒，估计不老贪狼也没有想到，阴蛊不仅没有让他们丧命，反倒为他们提供了增益。
指定目标。分明就是宝隐血水长成，你看，树下那口池子。可怜那些宾客一时贪醉求欢，最后却生生沦为血食。藤外附住的是杨凌，这又是什么吸血妖术？他的血已被吸去大半，得赶紧把他救出来。别碰我！你们这帮仙秀，不好，他也被种下了阴蛊，快闪开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在此挡道？难道是寄生相的同党？我的头好痛，刚才吃进去什么东西啊？无法释放。
障，你们谁都别想躲过。不好，是神仙九级阵，快到我的护身阵法里来。天地无极，万剑藏锋，无法释放，正处在重伤状态。我的头好痛，刚才吃进去什么东西啊？气清明，万物化生。无法释放。我的头好痛，刚才吃进去什么东西啊？气清明，万物化生。拦路的人都要付出代价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在此挡道？难道是寄生相的同党？我的头好痛，刚才吃进去什么东西啊？神仙九级阵，快到我的护身阵法里来。天地无极，万剑藏锋，
吃进去什么东西啊？无法释放。服下阴蛊的时间不长，若能及时带回，应该还有救。放开我！不能让他跑远了，我得先过去追他。此地瘴气浓郁，你也莫做久留，先继续往前探路，我随后就来同你会合。喜欢的，是，我也是，谢谢。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恭喜庄主，贺喜庄主，得此良业，夫复何求？请先指定目标，请先指定目标，请先指定目标，请先指定目标。请先指定目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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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先指定目标。美人，你热了吗？让我来为你扇一扇风吧。一盏血酒。一口赤炎响鸡蛋，再加上阴骨辅助，我早晚能够完善不老贪狼的功法，到时我便亲手唤醒祖师，让那张绝世容颜重临人世。农历今何在？千载谢东风。美人，你热了吗？
让我来为你扇一扇风吧。一盏血酒，一幅长说，既有雪域姿容，阴行举止便更要有名士风流。真正的美人果然要多花些时间等待吗？杨凌，你在这里，太好了，我翻遍了整层牢房，还以为你聚气凝神，咱们一道来会会他。